周伟，你们同学。在今天，愿望变成眼前的现实。可是我又害怕这个人的出现。但是，就现在而言，我还没有害怕到不敢有所行动的程度。保护工人就是最大的面子，还有比这更大的面子吗？保护农民啊！保护农民是这样。保护你这样的知识分子。就住这儿，除非你打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离不开你。